这个其实是户外椅啦。那户外椅它其实它收起来很方便，就是也不大，那拿起来还算轻便。就这是因为没有订到票，因为我上次有一次就没订到票，没有订到坐票，我然后就是一路大概从松山，不是松山上车，所以就从松山就站到花莲。那通常花莲过后，花莲到台东通常有位置。不过像今天其实也是蛮例外，像今天过了花莲还是找不到位置，那我还只好继续走。整个本来是想说过花莲，我这椅子可以收起来去找位置坐，结果绕了一圈也还是没有位置。对啊，那本来我还准备另外一个，那个厉害的，我本来准备坐垫的，哦小的那个小板凳，对，本来是想说我要坐这。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椅子放的地方的话，就坐这个。对啊，所以你是不是真齐全？对啊，这不只是像椅子啊，因为其实坐车的时候，因为其实现在最主要是台东到花莲这一段铁路没有电气化，所以其实车的速度就慢了不少。要不然如果完成电气化，其实三个小时就可以从台北到台东了。啊，可是因为现在没有啊，时间比较长，然后就会弄个像这种平板电脑来看看小说、看看漫画，打发时间。